嗨 ，Hello，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啊！好，这个礼拜我相信在整体台股或者国际股市啊，也是历经了许多的波折。好，其实相关的利空啊，我想也不用我再多讲了。好，如果你在这一阵子看的一些媒体啊、网络上，甚至一些相关的财经频道，好，都讲了很多了，好，还是围绕在这个华为啊，然后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好，因为从贸易战打到这些科技股，第一个，我在今天我会从不一样的角度带各位去看，好，现阶段的一些操作的策略，好，当然我不是这么悲观，好，可能跟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就像我过去讲的，这个华为啊，他这次哦，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谈到啊，他是川普拿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好，其实在今天最新的一个新闻出来哦，也呼应我所谈到的，好，他真的就是就像人质啦，好，那中美贸易谈不顺嘛，那川普总要有一些筹码在手上，好，才能给大陆一些压力。好，那因为今天最早上的新闻，好，如果各位有留意到的话，好，川普有谈到，他说华为的事件，好，可以在接下来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一并解决。好，其实这句话就已经告诉市场上，如果中美贸易能够谈出来川普想要的协议的话，那这一波封杀华为的行为的这个动作啦，好，可以解除。那只是关键在于中美贸易谈判能不能谈到是川普想要的。Anyway， 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何时会落定，有人谈，好，在六月份的 G20 会议，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好，他们会会面。那当他们会面之后，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好，我想我们也只能先静观其变，因为我讲中美贸易的谈判也不是你我说了算，没有一个专家学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相信连川普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对方能不能接受他的条件，这个都是还有待厘清的。不过从今天整个国际面甚至台股来看，似乎不是这么偏空的，因为有这样的利多消息，在股市修正了一大段之后，释出来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代表就像我过去所谈到的，这中间绝对都会有转机，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因为这个贸易的谈判呢，或者问问大家的一个看法，你认为？在接下来在 G20 会议，就是一个月后六月底，这个中美贸易有机会浮现转机的，好，举个手一下。好，如果你认为不会的，就是减一啦，觉得会的就加一。好，因为中美贸易的谈判也谈了快一年，将近快一年了，好，你认为它会有所转变的？我想看看大家对于整个目前国际的一些行情的一些看法。好，这个没有正确的答案。好，你不用说，我会不会讲错？不敢讲，不用关，没有关，这没有正确的答案。我想任何没有人说得准。好，那我会讲我的看法。那我只想看看大家对于这个事件，对日后的行情，好，你们怎么去看？有人说这个战会一直打下去，有人讲得很悲观，这个美国就是要把华为打到破产，网络上也有这样的声音，那当然中国方面也是很强硬，你看华为任正非最近的谈话，他们董事长的谈话，他说不怕，那实际上到底怕不怕，我讲这个也是个未知数啦，因为很多的关键零组件技术也掌握在美国手上，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应该算是最大的武器还没使出来，
因为美国去打华为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最近中国好像没什么动作？哦，没什么动作。那市场很怕什么？他说你如果之后华就是 Google 的一些软体不支援华为的新手机，那中国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哦。大家最怕的是什么？那以后你苹果的手机在中国销售的哦，不支援一些哦微信的软体哦。我想你不支援微信，那大概中国没有人会买哦。为什么？中国大部分的，就像如果我们今天买的软体啊，手机啊，不能用 LINE， 你要不要买？哦，问各位一个问题，这是最简单的哦，大家都可以回答。如果你今天买的手机啊，它是不支援你使用 LINE 或 FB 的，你会不会去买它？要是我也不会买哦，大家一定摇头，谁要买啊？对不对？买了这一款手机，万一它是不支援你使用 LINE 啊，使用 FB 这些软体的，你会买吗？绝对不会。因为我为什么说中国还有一个大招没有使出来？哦，因为大家最怕的，如果它限制苹果的一些内容软体不能用中国的一些像微信的一些软体，因为中国有去中国这个旅游都知道，或者有出差去中国的这些投资人应该都晓得，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你几乎所有的消费使用都是像是什么行动支付啊、微信支付啊，好，或者那个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如果这些都不支援，中国大陆人绝对不买账。我想中国是还没有使出这一招，那大家只是怕这个科技的冷战会这样打下去，你打我华为，那我再打你的苹果。那当然对于不仅中美的厂商，甚至台湾的电子股，当然它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消息。好，那市场是担心怕这个战火会越演越烈，所以我开始才会问各位你怎么看，因为越演越烈的结果最终一定是这样子，你打我，我也打你。哦，看到留言有多有空啦，哦，真的，因为大家的看法，我觉得都有它的道理。也有人说嘛，对，不能用 LINE 的话，你一定不会买嘛，因为现在大家都用 LINE。那中国的软体也是，在中国的民众，每个人几乎都用微信。哦，你看他们买东西，什么东西，网络上啊，实体店家都用微信支付。哦，中国是还没使出这一招。哦，当然川普先使出来了。好，所以第一个我从留言区看了大家的看法，哦，也有人说是绝对不会买嘛，哦，所以这个都会有影响，哦，不止华为，哦，苹果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担心的。所以说第一个时间点，哦，当然我们讲到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如果看得比较偏空一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情况，哦，这个中国还没出手而已，哦，如果他一出手，因为九月份苹果还要出新机，欸，如果说这个九月份上市的新机在中国地区是不支援使用这些软体的话，哇，那个影响性就很严重，哦，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其实销售最大的一块市场绝对是中国大陆，哦，而且是成长最目前还是比较看好，那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卖到中国的话，哦，这个当然影响性我觉得可能会扩张的更大，哦，就像现在大家在看电子股嘛，很多我们在这几天，在盘中连线非凡盘中的连线啊，相关的财经媒体所讨论的，都是叫华为概念。那接下来可能受伤的是苹果概念，哦。那很多电子厂商是两家的订单都有吃到，那万一这两家都吃不到了，这个销售都衰退，这个冲击就比较大。当然这个我觉得有人看减一啊，看比较偏空的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一块，哦，因为不知道哪个时候解决嘛。好，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好，我不这么悲观的去看，好，我讲我的看法给大家参考。好，因为你去想，好，这个其实中国美国去打压华为，哦，其实我觉得不是在他的手机啊，好，你说他的这个软体有没有所谓的安全性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目前都没有证据，哦，这都是川普的片面之词，哦，因为谈判嘛。那我觉得在整个科技的一个发展也不会因为因此而停下脚步嘛，哦，台湾还是要推 5G， 欧洲也要推 5G， 大陆美国都要推 5G，哦，所以我认为川普出这招
他自己的国内的企业也是受害。你看最近有一些在美国的新闻指出来嘛，哦，他们的这个制鞋业者，甚至制鞋的工会，美国的，哦，就给川普的一个建议，哦，不要再打贸易战，哦，因为他们的这个营运的成本是越定越高，甚至一些民生的居家装潢的，哦，这些受到先前一波中美贸易战高关税的影响的，他们的获利都衰退很多，哦，所以我相信川普也不愿意硬要这样打，好，这个只是在谈判前夕的一些动作啦，好，所以我个人看法是大概在几个月之内都会解决，一定会解决，好，这我比较大胆的研判。好，川普不是真的为了要把华为给灭了，记得我讲的，只是为了在中美的贸易协议争取到更好的条件，那他用了这一招把它使出来。所以第一个你一定会问说，哎，老师，那既然你看得这么乐观，那现在是不是我们要赶快抢进这些跌升的股票？当然绝对可以抢，我日后也一定会买，只是我不会在现阶段这么积极的出手去做抢进，因为我们常讲嘛，股市有时候这个进场的时机啊，或者是一个点位，我们会找寻更好的时机点再切入。我希望各位懂我的意思。绝对一些绩优的电子股，其实我们团队最近是很忙的，跟别人不一样，哦，很多人看到这个空头市场修正就不去看股票了，哦，认为没有机会。就像我常讲，危机绝对是转机，哦，只是说当我们先做好准备，我们知道下一波能够率先反攻领涨的个股在哪些族群身上，你先做好准备，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功课。好，我们等待时机再一定会出手。就像我讲的，这个机会真的就是要用利空测试，让很多股票跌回来变得很便宜了，就是给你再次上车的机会。就像我过去一直问各位，在一万一的时候，哦，对对，大概四月的时候，那时候台股来到一万一，很多投资人跟我讲，老师，我真的很想进场，但是我不敢买，因为现在指数来到11000点，现在来到10300点，跌了800点下来。好，有些投资人还是很怕，为什么？又怕它一直跌。好，我说，如果你这心态是这样的话，你永远赚不到钱，那你永远也买不到股票。好，我刚看有人说危机就是转机哦，好，星云说的。危机就是转机，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尤其在股票市场，这句话常常都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因为你去想，真的没有利空，你哪来的一个低阶的好买点？那所有股票都涨上去了，你都买不到低点。现在趁着这样的利空，因为几乎啦，这一波电子股几乎都全面倒地，只是说跌多跌少的问题。那关键在于当它在修正的时候，下一波的反弹你要抓住，就是我讲的修正完之后下一波的反弹你要跟上车。我们最近是一直在留意整个资金的流向，甚至国际面的变化，因为一旦中美贸易有所转机之后，这个弹升的速度绝对很快。就像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你们都可以回答。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就是华为的事件，让所有类似叫做华为概念股的，什么台积电、大力光啊，是不是都跌很深？哦，你看台积电，哇，台积电都可以这样跌，哦，很可怕，对不对？大力光也可以这样跌，4900跌到3000多，这些大概都是我们指标性的华为概念股哦。联雅哦，从300多跌到204，最近也是大概跌了100块。如果只看这个月的话，为什么说很可怕啊？这个就是一旦利空来的时候，它修正很快。大家都知道这些股票跌都是因为华为。好，那假设啦，我们先讲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同学你去思考，
如果像我刚刚所带到的这个早盘的外电的新闻，川普谈到华为的事件可以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解决，如果接下来中美贸易是和谈，川普说我们不再封杀华为了，那你去想这些个股先前跌的要不要涨上来？当然要，对不对？大家应该会点头嘛，因为这些股票这一波跌都是因为都谈到哇，华为被封杀了，你看台湾的电信商不卖华为手机，有些欧洲英国的电信商好像也不卖了，因为怕往后不支援嘛，那大家就先不卖，拉货会减缓，哇，所有股票跌下来，结果可能过了下个月到六月份，你知道川普常常变来变去啊，说不定他心情好，下礼拜天哦，这个六日又在这个 Twitter 发文哦，这个不封杀华为了哦，这个我们中美贸易和谈了，这个华为一样都开放了，这些股票要不要涨回来？要嘛，对不对？如果这一波跌就是因为华为的话，如果华为的事件是顺利结束的话，这些股票是要涨回来的。那你想，这些股票是不是个机会？当然是，只是我们还不确定这个讯息面，甚至技术面还没有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买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就快。所以第一个我会希望投资人，你现在想要进场，但是又怕什么？怕一进场又套牢，怕不知道买什么，怕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买。我说你不用怕，你就跟着我胡玉堂我们的团队来做。好，因为下一波的一个机会，我说一定是在这些跌升的 GU 电子股身上。真的，我觉得很多是一些个股啊，太委屈了，真的太委屈被错杀了。好，尤其你也许你会说啊，老师，我现在很多股票套牢了。好，我说套牢没有关系，做股票套牢很正常。没有人一买股票马上就涨，也没有人一买股票绝对买在最低点，而是关键在你遇到套牢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换股，甚至是说手上的持股还有没有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今天直播一开始的部分，我先给大家一个在未来的行情的看法，你先要有一个蓝图存在，往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件要怎么去解读，现在的一个操作的逻辑应该怎么拟定？我相信大概在这礼拜的一个直播当中，大家都比较清楚。当然有人问啊，他说筹码乱，跌升有没有能力弹？其实所谓的筹码乱呢，我觉得目前已经慢慢应该算是有一点比较沉淀。因为过去有些筹码乱的个股是法人在卖啊，融资在增，然后现行，然后这个比较波动性的那种算是比较筹码凌乱。但是现在台北股市这一波融资其实已经减了很多了，上市柜已经减了100亿了，好，法人也在卖。我反倒认为现在的筹码是比较算是干净，慢慢就是因为利空嘛，会把一些浮额洗出去，该卖的该停损的这些卖压在这一波都卖出去了。法人当然也是会卖的，该调节的，他们有些资金撤出的也卖了。那接下来反而就是我们常讲的，我觉得观察第一个讯号了。好，因为很多人我相信已经刚刚也很多人问，就是这个讯号要怎么观察？就像听到我说，老师你说这一波就是等待修正完的反弹，那它会有什么讯号？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团队的研究，如果说在国际的讯息面还没有这么快的利多释出来，转机释出来之前，台股接下来这一波跌升的一些电子股，它会走一个量缩的横盘整理，它会走一个量缩的横盘整理，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讯号，就是手中的一些我们观察的指标，它如果出现量缩横盘整理，不再破底，甚至有逐渐垫高上来，它就是一个初步转强的讯号。所以我刚刚才会讲，为什么我们在最近反而更忙碌？因为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电子股已经慢慢有出现了初步性的横盘量缩整理，只是说我们会陆续的，应该是在下周，可能就是慢慢的做一些进场做布局。
因为技术面都一样嘛，跌下来你说要 V 转，除非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巨马一啊，川普在本周发表了一些新的谈话，好，不过目前看起来这机会不大。那走的剧本可能是剧本二，修正下来，大家等待月底的区团体会议，然后电子股有些在这边整理了，市场慢慢发现好像没有这么空了，这些公司业绩都不错。然后接下来在六月中下旬，G20或者中美的贸易释出来利多之后，这些跌升的股就会上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机点就是你要先卡位。所以我为什么说危机就是转机？刚刚留言区也很多人说嘛，道理就在这，你就趁现在股价跌了这么深之后，赶紧去做卡位。好，这是第一个，你去抢跌升股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我今天的标题嘛，寻找资金的避风港。好，我在这礼拜一，好，前线百分百的节目，各位有没有收看？好，有的话点个头一下。好，我在当时负责的主题，我们是讲一个叫生活选股法。好，所谓的生活选股嘛，好，其实顾名思义，好，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去寻找这些影响性比较小的，不管贸易战怎么打，不管经济的状况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去，你都要使用它或者消费它的这些公司、这些产业，原则上它比较稳健。像当时我们先用这个巴菲特做例子嘛，巴菲特其实也是生活选股的一个代表，他那时候会去买可口可乐，道理在哪里？虽然说他很喜欢喝啦，好，当然关键也在于说这种所谓的食品啊，这种传产类股，其实它受景气影响波动性很低，好，不像科技业的波动。然后我在前线百分百当时举例的，我说是台研这一家公司1737的台研，因为台研它出的民生用品啊、保健食品啊，甚至瓶装水这些，这都是民生必需品，业绩的成长很稳定，就很标准的生活选股，甚至最近的食品股也是一样。好，你看最近的食品股，下面是外资的进出，各位看一下，这是统一，还有这一家泰山。讲到泰山，大家会想到它有什么产品？大家应该都有喝过泰山的饮料嘛，可以写出来你最喜欢它的食品。如果是我啦，我想到泰山就想到这个泰山鲜草蜜啊，这应该是从各位小时候到现阶段都有的饮料嘛，其实跟可口可乐这种地位很像，就是在饮料食品这一块产业，其实它没有变。我们小时候喝的泰山鲜草蜜，到长大现在喝的，其实都一样。你看泰山的股价，尤其你看下面放外资的进出，应该大家都有喝过泰山鲜草蜜嘛，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有喝过的举个手一下。或者你是喜欢他别的产品也可以讲一下。因为出的饮料很多啦。你看这个股价它是创新高。五月份台股是跌成这样。你看这些食品股。甚至我之前提到的类似像大成。这股价还很强，外资是连续四天的买超。有没有发现外资连四买，你看泰山的股价均线纠结之后发散向上，这很标准的多头攻击的一个形态。这个是在泰山。食品股我讲过了，生技股，还有一个产业最近比较少人在讲，但是我们已经观察了一阵子。各位去想，日常生活，应该是说这几年，大家的这对于健康的意识，逐渐的抬头，除了要吃的健康，对不对，生活的健康，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各位可以猜一下。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维持健康的身体，除了吃得好睡得好，我们常讲，现在现代人最缺乏的是什么？运动。好，我讲的没有错吧？这几年所谓的叫做健身行业，其实它是不断的兴起。我们在
大家在路上啊，其实看到很多所谓的健身房啊，不管是连锁的，甚至私人的，大间小间的，哦，应该在街上常常看到吧？哦，健身，哦，各位平常有在运动的，举个手一下好了。哦，跑步也好啊，去这个健身啊，很多人这个有也会请一些教练啊，这个举重啊，练习这些重训的。现在在这几年，其实国外很早就兴起了，国外对于这种健身比较有这个过去比较发展比较快，台湾是这几年开始上来。我拿一家公司给各位看就知道了，因为它不是很热门的股票，过去比较少人注意。8462的博文，有人知道它在做什么的吗？8462的博文。哦，有人说是乔三，哦，有一个1736，等一下我们会带到。好，哦，我先问各位，8462的博文，你知道这家公司做什么吗？他今年的股价从100多块到今天是创新高251。哎，这种高价股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为高价股，欸。今年初150，现在250，我觉得他无疑是今年以来算是涨幅，甚至是说股价在台股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股票。欸，有人回答出来了，哦，健身工厂，哦，留言区有人回答出来了。你看博文，你可能想不到他在做什么的。8462这个代号也不是很熟，哦哦，有人说也有在健身，哦，应该很多吧，哦，不管你是不是自己在家运动，有了现在很多人去健身房运动，健身工厂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哦，因为几乎遍布全台连锁店，他目前是台湾健身连锁这个最大的一家集团。好，那为什么外资最近买这么多？对不对？欸，你看外资在台股这一波是卖，每天100亿、100亿这样卖，结果有些股票外资是天天买，他买了2个月，哦，我没有时间仔细数啦，差不多2个月啦，4月初，你看这个柱状体就知道，就是买超买超，到现在5月底，差不多买了2个月。很多人都知道健身工厂，其实这个受景气的影响波动性不大了，哦，原则上我们不会，中美贸易开打，我们就不去运动了，哦，因为这个运动是日常必须维持你的身体健康，这个 都需要的，哦，就是说它不是所谓的景气循环的产业，它是一个很稳定成长，所以你看最近一个族群，哦哦，我们就叫做健身族群好了。博文这样涨上来，好，刚刚留言区很多人谈到一档股票叫乔三呐，啊，好 ，Johnson， 各位有在跑步机上面看到这个品牌 Johnson， 就是乔三做的，这有没有涨得很夸张？最近从40块到今天63块，2个礼拜涨了50%。你看外资，下面这都外资的进出哦。外资买了1、2、3、4、5、6、7、8、9、10，连买10天。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为什么我在前几天连线跟各位谈到这个盘，我不是全面的看空悲观。我说法人他是不是资金也在做一些什么，做流到不同的产业族群，而且是成长性高的，受中美贸易影响性小。因为现在可能都还有不确定性，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分析很多这个中美贸易可能的一个剧情发展。哦，你看下面有人说这个健身的人越来越多，哦，馆长贡献不少，哦，也有可能啊，哦，馆长把这个健身风潮带起来，也许都有，哦，这个也是这个馆长，因为他也是开健身公司的嘛，好，但是这个产业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正面的，哦，因为毕竟民生的必需运动这一块的产业，它是很稳定。你看乔三也是因为在首季的财报也不能说很好哦，但是它的由亏转盈让市场上就给予比较正面的平等，哦，因为整个健身产业它是一个向上成长。好，我给各位看它的财报，你说啊，它凭什么涨那么多？哈，它第一季赚多少？各位看这右下角0.09，你说为什么涨0.09可以涨那么多啊？因为可能第二季、第三季，它的获利还会再成长，因为它过去是亏损。你看它去年
除了第四季赚钱啊，去年第二、第三季都赔钱，然后现在开始赚钱，它股价现在六十几块。我到大家一定会问说，老师这些股票都涨好多了，那有没有其他健身的一些概念股，甚至是指标性的个股，相对比较便宜的？其实我们 这段时间研究员做的研究，一系列的这个所谓健身概念股，其实这一家1598的戴宇，我觉得它是最委屈的。因为戴宇它跟乔山一样，它是也有自有的品牌。你现在在这个坊间啊，在外面运动用的一些健身器具，其实很多也是戴宇做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只是很多人不知道1598的戴宇。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啊，它有三个不同的品牌。去做这个脚踏车啊、跑步机啊相关的品牌在做销售。那为什么我说这一家公司委屈？好，还记得刚刚我讲乔山，他首季的 EPS 只有 0.09 元啊，连 0.1 元都不到。但是这两个礼拜股价从40块涨到60块，涨了50%。我们看1598戴宇，他第一季的 EPS 在右下角这边。他第一季赚了多少？0.65元。乔山只赚0.1，戴宇第一季就赚了0.65元，而且他的四月营收还创了历年的同期新高。但是他的股价只有多少？40块。我们来看哦，乔山这两家都一样哦，都是做这个跑步机啊、健身器材的。乔山1736，乔山第一季2019第一季只有0.09元，股价可以这样涨，有没有看到？很夸张啊！这个可以这样喷出去，几乎是中间只有一天没有红棒，每一天都收红 K 收红 K。那我说最委屈的就是这一家1598的戴宇，各位自己来看。外资也在买哦，外资从四月份开始也做布局，这三天也连三买。它的均线的架构其实从四月份开始才明显性的偏多排列。那最近呢，跟随整个健身产业哦，有比较突出的表现。那我说委屈的原因就在这啊，它第一季赚的钱比乔山多了6倍啊，0.65元，乔山0.1元都不到，多了6倍。结果现在的股价只有40块，现在股价在这。然后刚刚谈到获利比它差的乔山啊，涨到60。这两家其实在健身品牌的一个全球性的布局，其实都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且戴宇还切入到医疗器材用的市场，跟日本的公司合作。所以它不仅在一般消费用、商用，甚至在医疗使用的市场，其实在今年都逐渐的开花结果，所以它的获利开始爆发，它也是很标准的由亏转盈的转机股。它去年第二季我们看它的财报还赔钱 0.45， 2018的第三季好 0.08， 好，到去年也才开始好转，到今年第一季呢 0.65 元。我觉得这个戴宇就是很标准的转机成长股。好，但是我说现在的股价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叫委屈啦。好，既然它委屈，那我觉得在如果投资人操作，因为刚刚有人在问，那其他的健身股有没有机会起来？好，1598的戴宇，我觉得就是其中一档，因为刚刚谈到的博文已经200多块了，比较高了。然后乔山60几块了，这一波也涨多了。那戴宇的部分。好，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我觉得健身产业这一块其实它是不受景气影响的。好，它不受景气影响。好，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接下来的选股方向之一，从食品啊、生技啊、健身这一块，好，你可以把它观察。好，当然操作的部分你可以跟着我们来做。好，你可以跟着我们来做。好，只是说我先讲一个大方向，在今天直播的时候先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好，你会知道，至少你知道下一波行情你要怎么规划。在今天直播先告诉各位 GU 的电池股预计照我们的剧本走，六月份开始
五月下旬六月份开始，快一点就下周，可能就有机会喷出。那资金的避风港，甚至是有业绩加持的食品啊、饮料相关的通路啊，甚至刚刚谈到的健身产业，欸，最近法人买那么积极，你说这个行情能不能做？很多人说这个行情不能做，我说错啊！我刚刚举例的这些产业族群，很多股价都创高的，绝对可以做，只是关键在于怎么样去选，好，有没有人带你去做？好，如果这一波你准备要进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好，打一通电话进来，0800-615-588，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喽，拜拜。右上角的订阅内容，给它用力的按下去。我们精彩的分析内容，你也想收看的，在左下角可以观看到过去的一个什么记录影片。想要提问，留言区的部分就是给大家发问的地方。当然，千万不要忘了铃铛，一定要记得按下去，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